呢度有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场。全台湾最多的游乐设施，一栋47项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希腊情景的主题乐园，亦都是高雄的新地标。全亚洲唯一一个时速120公里的云霄飞车，全台湾唯一一个火山爆发 show， 啊！湿死啦！我湿啫，又唔系你湿，使咁叫啊！哇！呢度有几大啊？唔系好大啫，90公顷咁大，即是90个标准足球场。咁呢度除咗呢啲游乐设施，仲有啲咩啊？多咯，有主题公园啦、购物中心啦、运动场啦、大学啦、小学同埋医院添。哇，咁一日玩唔晒喎！冇问题啊，住喺呢度嘅酒店啦。嗯。